这到底是动物园啊，还是学校？怎么什么动物都有？楚雨荨，我一定让你从爱丽斯顿消失。这里是我的地盘，请你以后不要在这里哭。生活就是用来享受的。嗨，长兄如父，多提一次只会让我更恨一次。当自负的男生们遇上打不倒的女生楚雨荨，你们觉得自己了不起吗？我今天我就向你宣战。湖南卫视自制浪漫青春偶像剧《蹦高点读机》，一起来看《流星雨》，8月8日，京湖歌剧场全球首映。